好，今天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了，因为再过不到24小时，即将要投票。在今天晚上呢，选前之夜，蓝、绿、白分别呢都有最大型的选前之夜的造势活动。好，我们来看到蓝绿呢，分别是在板桥第一、第二运动场举行的这个造势晚会。那么国民党呢，希望是集中选票；民进党喊出的是要继续执政，估计呢都会涌入数万人潮。那另外呢，民众党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举办选前之夜，重申的是弃蓝绿保台湾。好，我们就分别来看一看，那么三大场各自是在哪里，还有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好，我们从最右边的侯友宜来看起，今天地点就在新北板桥第一运动公园，口号就是要集中选票，而且呢在脸书上还致白色力量的同伴们这个信件，好，这封书他说，现在呢是决定台湾未来四年的关键，尽管呢蓝白两党跟群众过去没有整合成功，但是还是坚持着共同的初衷，要实现台湾第四次的政党轮替。他说，白色力量不要再被少数的选战幕僚给带错路了，要政党轮替，蓝白要共同的合作下架民进党，白色的力量不是要去搞绿白暧昧投机分赃，而且侯友宜也强调，在当选之后一定会推动蓝白联合政府，要结合白色力量的价值主张来实现清廉勤政和平台湾。好，另外我们看到有一些重要的人物哦，就说这个指标性的人物在选前这几天开始出来哈，来支持他们心目中的人，包含谁呢？看到宋楚瑜说哈，很称赞侯友宜有具备做总统的特质啊。另外呢，联电荣誉副董事长薛明志呢是代替了郭董发声，发出了公开信来挺侯友宜。好，这是我们看到这两天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跟一个指标。另外呢，我们来看到民进党的部分。民进党呢，今天晚上也是在板桥，是在板桥的第二运动公园，口号是要继续执政，也抛出了四个保证，包含了保卫国家生存、守护人民生命，还有民主治理、用人为才，要推动国家希望工程，坚持理想永不放弃。无论呢，在过去八年是不是满意，好，都请支持唯一做足准备的赖萧佩，不要犹豫，不要分票，不要配票，三票民进党对台湾最好。好，他的支持者当然谁呢？当然是总统蔡英文了哈。相信呢，赖清德是唯一准备好的人。那另外苏贞昌也说，选对的人，走对的路，让台湾继续的大进步。好，这是我们看到蓝绿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柯文哲白色的力量。好，今天晚上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好，我们看到他们的口号就是弃蓝绿保台湾，而且在今天晚上呢也会再次的细数过去的政绩。他说，在台北市长任内呢，拆除了忠孝西路公车专用道，还有西区门户计划等政绩，强调政治人物最重要就是执行力。好，柯P呢一直引以为傲的就是他的执行力很强。他说呢，是给台湾带来改变的人，秉持着心存善念、尽力而为的理念，应该给台湾一个机会来试看看。好，我们就来看到了媒体人怎么来分析这三位的三组的候选人。好，如果是不管是谁当选，他们都有很多的第一，好，第一次。我们来看到黄阳明呢，他就有做了一个分析，好，做了一个归纳。他说，如果是侯友宜当选总统的话，第一个，好，警界出身的民选总统，他是第一个当过新北市长，以前就是台北县长的民选总统。那第一个呢，不具台大学历的民选总统，还有他是第一个当选前登过玉山的民选总统。哎，为什么特别把玉山提出来？我觉得蛮有趣的哈。那另外第二个呢，赖清德，如果是赖清德当选总统的话，将会是第一个有医师身份的民选总统，第一个当过台南市长的民选总统，也是第一个隶属于新潮流派系的民选总统，第一个有行政院长资历的民选总统，第一个民选副总统选上的总统。好，这是打破了1996年总统民选之后
单一政党最多执政八年的魔咒。好，那如果是柯文哲当选的话，他有哪一些的第一呢？好，黄阳明也做了一个分析，他说呢，如果是柯文哲当选总统的话，将是第一个具备有医生身份的民选总统，第一个非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籍的民选总统。好，我是觉得这个部分哈，可能是最特别的部分。那还有第一个就是当选前登过玉山的民选总统。好，我们看到这个今天晚上就要决胜负了哈，明天就要进行投票了。我们来看到这几天呢，在选前的这几天黄金的冲刺，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也到了桃园，喊出当选之后呢，要突破马英九时代，每年让800万的陆客来台。那么民众党则是要强攻年轻人的选票，在北门广场前呢举办的感恩守夜的晚会，而民进党到台中是全党动员，蓝绿白各个阵营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就是要抢下民众手中神圣的选票。副总统赵少康。选前最后黄金冲刺，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前往桃园替自家立委候选人站台，支持者欢呼声不断。侯友宜跟我当选，我要挑战马英九，一年起码要500万、600万、700万、800万大陆观光客来，好不好？不怕生意难做，挂保证要让台湾远离战争，人民都好康。总统选喝康，打开龙喝康，大家都好康，台湾不会有战争，一定是和平的，两岸一定有沟通的管道。政治一定清廉，不会贪污，子孙哦也不要担心要上战场打仗。另一头，民众党支持者前往北门广场。抢攻年轻人选票，民众党正副总统候选人与民众留下合影，现场气氛温馨。是，我也有一个宝贝，那我也相信，就说台湾的未来是可以翻转。希望说在座的各位哦，为了你们的下一代，你们可以勇敢的站出来。吴欣盈温情喊话，期盼支持者重新凝聚家庭力量，翻转台湾。民进党选前也来到台中大造势。八年前有投票给我的，请举手。4年前有投票给我的，请举手。你们很始终呢。我们要坚定的走向世界，迎向未来，在民主的道路上持续壮大台湾，而不是走回头路。选前最后黄金冲刺，蓝绿白使出浑身解数，期盼民众投下手中神圣一票，带领台湾走向光明未来。记者钟成良、范雅乔综合报道。好，明天就是总统大选的投票日了。来看到综艺大姐大张小燕，罕见的在脸书发文谈起了政治。他说呢，最近有流传一句话，就是你有你的选择，我有我的美德，但是在我们之间的友谊胜过一切。他说呢，常常让我困扰的是，一到选举的时候啊，一些亲朋好友之间就会感情撕裂。可是呢，选举是民主的象征，我们应该要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所以呢，他希望能够选出一个领导人，不要像是政客哈，只会说好听的话，希望他是一个好好做事的人哈。这个好好做事还特别的 hashtag 起来哈，重点好。另外他说，我希望能够选出一个领导人，不会让我的孩子去打仗，绝不能把宝岛变成战场。希望选择的这个领导人是从基层做起的，因为他才会知道一个国家的运行是所有基层人员那么一起努力完成的，会珍惜的。好，1月13号都应该要去投票，活在宝岛上，能够为自己的幸福投下神圣的一票，是责任也是福气。好，尤其在最后呢，他 hashtag 有加上的好好做事，还有什么呢？他的图像里头写了一个 OK， 好，似乎也就是在挺侯友宜跟赵少康。好，这是我们看到张小燕呢，最近那么最新的在他的脸书上 po 文，很少见的谈到了政治，而且非常明确的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好，我们看到在选战进入到最后的倒数阶段，那么联电荣誉副董事长薛明志也发出了公开信，呼吁支持者要抢救郭台铭，票投侯友宜。好，薛明志呢证实这封信呢是他经手的，经过了大家商讨，以长期对郭董的了解写出他心里想说的话，而且帮他说出来。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也呼吁，不管是挺郭派还是呢挺柯派，现在都必须要集中选票，再也大团结，下架民进党。选前回访本命区新北，侯友宜车队扫街，展现高人气，国旗海绵延整条街。
甚至有支持者跟着车队穷追不舍，跑了三个街口就想和侯友宜握到手。而就在选前倒数关键，挺郭派的联电荣誉副董事长薛明志也发出公开信，力挺侯友宜。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抢救郭台铭，票投侯友宜。我以他一个老朋友的身份，然后呢，我把他心中想讲的话，我帮他讲出来。我们希望集中所有最大的在野力量，尤其郭董事长的治国理念跟政见，跟我非常的相信。虽然郭台铭没有在选前站出来，薛明志自认为讲出好友的心声。郭董的理念非常重要，你讲他讲的这个清廉繁荣，心中念之在之的呢，就是主流民意。这封信啊，跟大家报告一下，很多热心的朋友一起拟，我不敢说是我写的，但是是我经手的。侯友宜声声唤要团结在野最大力量下架民进党，当然也少不了喊话挺柯派集中选票。胜选不到40个小时，我们会力拼赢得胜选，最主要是要团结所有要完成政党轮替的在野力量，我们大家一起集中力量完成政党轮替。不过选前马英九接受德国之声访问，一席两岸相信习近平，让国民党吓出一身冷汗。侯友宜也急忙表态，自己立场和马不一样。很清楚的，我是以贺主强化国防军备，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我们才有能力才去谈对话跟交流，这就是我们部分我不赞同的地方。侯友宜强调走中间路线，要让台湾扮演亚太安全重要角色。这回侯友宜立场阐明，最后关头也要呼吁在野归队。解国现场陈欣宜新北采访报道。好，选战的倒数时刻，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跟副手吴欣盈也到了台北市车扫拜票，也获得了支持者热情的响应。不过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不只是喊话投侯友宜等于是投柯文哲，还要呢柯文哲宣誓选后不会和绿营共组联合政府，或者是共推立法院正副议院长。而对此呢，柯文哲呢批评说是气这个搞气保搞到走火入魔了。而赵少康也是反呛说，这个侯康呢敢保证不和绿营合作，那你柯文哲敢不敢讲呢？2024选战倒数最后两天，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终于回访台北市，合体副手吴欣盈车扫拜票做最后冲刺，那颗大直的民众也超热情。那一刻都年轻人啊，但其实这个礼拜全台车扫长辈支持者也不少，这恐怕是柯文哲始料未及。尤其中南部反应热络，更鼓舞柯阵营信心。但选前最后阶段，国民党的操作气保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先是连续两天都在各大报头版刊登广告，呼吁集中选票。赵少康也喊话投侯友宜就是投柯文哲。讲得太好，那直接投柯文哲就好了嘛，你何必还绕个弯干什么？投柯文哲的就是为了支持他的政策嘛，支持他的理念嘛。那他的政策和理念，侯友宜很多都已经采纳进来了嘛，那就投侯友宜就好了。那柯文哲是听不懂了，还是故意扭曲嘛？赵少康更要求柯文哲宣誓，保证选后不会和绿白共组联合政府，更不会共推立法院长。柯文哲痛批赵少康走火入魔。一旦执政，你这样就要把别人都排除掉，这就最糟糕的地方就是这样。但国民党会优先，但是你又说弄一个做一个政党里面一定没有绿的人，这很奇怪。这个叫搞气包，搞到已经哦走火入魔。这怎么会走火入魔呢？柯文哲针对我的问题，请给一个答案嘛。侯友宜、赵少康如果赢了，绝对不会跟民进党搞联合政府跟联合内阁，那柯文哲敢不敢讲呢？但就连亲民党主席宋楚瑜都跳出来呼吁唯一支持侯友宜，更直言柯文哲的人才库不足，无法领导国家。在这段时间有100多位人才都不见了啊，就被换掉了。他不是只有说哎我去找的啊，天下的人只要抓到菜篮里面就是菜，不是，要有历练，要有经验，要有训练，要有监督。点出柯文哲的核心问题，不过泛蓝阵营猛打气保，但蓝绿白三党板块早已是铁板，最后阶段若操作过头，恐怕是反效果。记者彭颖德、蔡炳煌台北采访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